台语的这个胖都悲凉，肚子大的人命就短，堆积在内脏的脂肪就越多。脖子粗的话，脂肪就多，它会压迫到它的呼吸道，造成呼吸道的阻塞。肥胖的人性功能会比较差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会影响你的睾固酮的分泌，变得兴趣缺缺。太太们就会逼着老公赶快去运动，好吗？深蹲、肩推，有一点点喘。我没有拿你的哑铃，就有点在喘。是。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周六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你的健康。